就喜欢车，他就是睡觉的时候都拿着那个车钥匙睡觉。然后呢，就是每次我开车的时候啊，他就是特别喜欢观察我开车。他经常制造这个障碍，自己就通过一次不行，可能两次，然后完成它。有的时候我看，我觉得我都可能完成不了。比如说我可能在做饭呢，做菜，那就拿鸡蛋给弄一个什么，然后给拍一下。因为网上确实有挺多这个喜欢林林的这个哥哥姐姐或者叔叔阿姨啊，很喜欢他，然后就想经常拍一些东西，然后。给喜欢他的这些人去看。在这个路上啊，会有人，会认识他，所以，哎，他是不是那个就是网上那个小孩开车很厉害的？或者吃饭的时候在餐厅，会有人抱一下他呀，或者跟他拍个照片什么的，这些会有。有问过我说他，说是不是网红？我说网红就是我那个视频不是给你传到网上了吗？对，然后车呢可能比其他小朋友开的好那么一点。叔叔阿姨非常喜欢你，然后就叫你网红，但是我不想让他有这种概念，毕竟，他太小了，我还不想让他，生活里面会存在这个东西，什么网红啊这类的这个词语，就是不想安在他身上。我会继续拍，实际上。也没有说刻意，就是他生活中本身他也喜欢车，喜欢开车。